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8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林秘书长宣读第7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7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10日上午9时2分至9时25分，10时至下午1时17分、1时51分至4时32分，5月14日下午5时至5时5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黄委员赵顺等112人，请教委员王委员金平，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7会期第12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至41案、第43案至104案、106案至399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40案决定同意撤回。第105案决定交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第400案至404案为内政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405案至407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处理之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28件，乙，本院执行部分25件。讨论事项：第1案、第2案、第5案、第6案、第8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3案、第4案、第7案均决议交蒋团协商。第9案决议并案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0案、第13案、第14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研处。第11案、第12案、第15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6案及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均不予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1案，予以通过。宣读完毕。报院会针对第7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作以下之宣告。第7会期第13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2案。本院委员简东林的18日列举《灾害防救法》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见，立即于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对有异，无异通过。第3案，本院委员简东明的18日列举《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见，立即于会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对有异，无异通过。第4案，本院委员简东明的16日列举《发展观光条例》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见，立即于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主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5案，本院委员简东明的18日列举《环境影响评估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见，立即于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主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6案，本院委员何志伟等19人列举《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见，立即于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主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7案，本院委员何志伟等17人列举《团体协约法》第8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建立请会将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8案，本院委员高露由邦吉拉等16人列举《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建立请会将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9案，本院委员高露由邦吉拉等16人列举《渔业法》第4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建立请会将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0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6人。依据《香港法》第19条及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16人依据《老人福利法》第5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20人依据《消防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
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敬敏等十九人拟具营养及健康饮食租金房传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林维修等十六人拟具都市计划法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蒋捷安等二十六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等二十人拟具医师法第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七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等二十人拟具自杀防治法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八案本院委员邱泰源等二十人拟具医疗法第一百零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郭国文等二十一人拟具渔会法第四十七条之一及第四十七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郭国文等二十人拟具渔会法第五十条之一及第五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十七人拟具当铺业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李俊毅等十六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七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能源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二十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六十九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吴慧玉等二十人拟具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江广昌等十七人拟具金融控股公司法遵令第十七条之一及第六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江广昌等十七人拟具银行法遵令第三十五条之三及第一百三十条之一条文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江广昌等十七人拟具期货交易法遵令第四条之一及第一百十九条之一条文草案行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本院委员江广昌等十七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一百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江广昌等十八人拟具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许玉仁等二十一人拟具人工智慧发展基本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十九人拟具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第三条及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十六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三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邱志伟等十六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叶宜津等二十二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四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徐志荣等十六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童慧珍等十九人拟具长期照顾服务法第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完会议前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
游泳员童慧娟的23人拟具就业保险法第12条修正草案请审验。前宣文会议前，拟请会交授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审案，美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前宣文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四审案，美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验。前宣文会议前，拟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八院会报告事项第41案，现有亲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反对。反对。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按铃7分钟，并分发表决卡。
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都有拿到表决卡。现在针对亲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3人，反对67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42案。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宪法》第149条及第150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废止《驻外水领馆组织条例》。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全委会有意，无意通过。第43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法务部防疫研究所组织法第二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及法务部司法官学院组织法第二条及第8条条文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内有异，无异通过。第45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45案。有民进党党团、亲民党党团提议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做如下决定：进户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下案。第46案，秘密法务部函送检方主张终止与我国所签署之关于涉及洗钱相关刑事犯罪及资助恐怖主义金融情资交换合作了解备忘录约本一本，主张终止，信函一份。程序委员会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47案，秘密法务部函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斯瓦尔蒂尼王国政府关于受刑人移交及刑罚执行合作协定英文约本集中一本一本。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48案，法务部函为废止实际执行防疫业务之任意事申请防疫之证书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49案，法务部函送该部107年第四季中央政府预算补助社会团体、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及个人之补助经费经概放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2案，司法院行政院函请修正侦查不公开作业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0案，司法院函为修正最高法院处规权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2案，司法院函为中华民国108年4月24日总统令修正公布之加税事件法第53条及第167条条文订制中华民国108年5月3日施行。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3案，司法院函送该院及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8年第一季政策宣导广告一览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委有意，无意通过。第53案，考试院函为修正公务人员高
功能考试二级考试规则第四条附表二，程序委会议决，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问，考试运行证明还未修正，公务人员领有勋章、奖章、荣誉纪念章，发给奖励金实施要点。程序委会议决，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六问，外交部还未修正，护照申请及核发办法部分条文及尚未履行兵役义务男子申请护照及侨居身份加签限制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任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七案，外交部函为关于我与美方延续无偿交换使用房地协议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也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完成换函确认程序并已生效，结束双方换函影本及装一本。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任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八案，国防部函送国防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资通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主任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五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未修正《水污染防治法》事业分类及定义公告事项第一项附件，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审，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107年水污染防治基金执行绩效报告，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审，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公告空气污染行为，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公告，从事烹饪将烹饪废气制行排放之过程中，致产生油烟或臭者为空气污染行为，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柴油机替代清洁燃料引擎汽车车型排气。审验合格证明，核发撤销及废止办法，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四案，劳动部教育部函为修正职业训练师与学校教师年资相关财阶级待遇比较办法第八条、第十条及第十一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公告，由香榭可获红渠郡私地所制取之食品原料及丁曲藤、曲藤子之使用限制及其标示，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公告，食品原料由橄榄果实砂萃取物含羟基氯醇之使用限制及其标示，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八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健康食品之促进铁吸收功能评估方法名称修正为健康食品之促进铁可利用率保健功效评估方法，并修正公告，程序委会间，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六十九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传染病分类及第四类与第五类传染病之防治措施，程序委会间，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 F01、F05货品分类表》、《输入规定508货品分类号列表》及《复合输入规定函 F01货品分类号列表》，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全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公告，应使用附有防烟标示之地毯、窗帘、布帘、展示用广告本及其他指定防烟物品之场所，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七十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国际规费收费标准，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
第73个内政部海为修正住宅补推地向一定所得及财产标准第二条、第六条及第五条附表一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4个内政部海为替代役役男保险实施办法名称修正为替代役役男保险及医疗实施办法，并修正第11条之一、第12条及第12条之一条文，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5文内政部海为修正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处归成部分条文及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编制表，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司法检察之内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6文内政部函送阳明山国家公园土地使用证明规约收编标准，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7文内政部函送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及申报办法，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78内政部函送国土利用现况调查办法及土地利用监测办法，程序完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79文内政部海为修正市本金门马祖澎湖与大陆地区通航入出境许可证件规费收费标准第三条条文，程序委员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80文道路委员会函送道路委员会主管特定非公务机关交通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有异，无异通过。第81案海洋永卫会海文修正国家海洋研究院筹备处编制表，程序委会建立，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9案客家委员会海文修正客语能力认证考试规费收费标准，程序委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3案客家委员会海为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场地设备使用规费收费标准名称修正为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台湾客家文化馆场地设备使用规费收费标准，并修正第二条及第三条条文，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4案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函送105年8月31日至108年3月10日业务执行现况及调查进度报告，程序委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0位原住民族委员会函送该会籍所属和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7年度及107年度第四季广告费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6位协进委员会中华民国108年4月24日修正公布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一，定自108年6月1日施行，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7案行政院函送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编制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8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修正证券及期货市场各服务事业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处理准则第36条至3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8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修正保险业务员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0案财政部海为修正检举或查获违规烟酒案件奖励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财政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1案经济部内政部海为修正经济部内政部函送建筑物设施透水保水或制洪设施适用范围及容量标准，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2案经济部函为安定剂内藏式发光二极体 LED 灯泡能源效率基准名称修正为安定剂内藏式发光二极体 LED 灯泡容许耗用能源基准与其检查方式，并修正公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经济委员会。所以会有异，无异通过。第93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工业园区各种用地用途
及使用规范本法第四条等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无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三案经济部函文修正天然气事业输出设备地理资讯管理系统建制办法第四条及第六条等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无异通过。第九十五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事业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8年2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助及募领支出明细表，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无异通过。第九十六案经济部函送107年度中油企业融资协助执行成果报告书，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无异通过。第九十七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文修正国家发展委员会等管理局电子档案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第二条附表一，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委员会无异通过。第九十八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国家发展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管理监督作业办法，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九十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境外雇用非无检渔船员许可及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农业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委员神调或经委委往渔船赴太平洋作业管理办法部分条文及附件，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文修正独裁作业准则第八条之一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三公平交易委员会函文修正多层次传销保护经过审理及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四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108年第一季超常民生物资价格波动之执行传销书面报告，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五案教育部还未废止学位授予反而实行细则，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六案教育部还未修正幼儿园园长顺义学历办法第一条、第二条、第十条及第五条附表，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七案教育部还未修正幼儿园教保专业专能研习实施办法第一份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八教育部函修正专业上学校园区教学实施办法，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零九教育部函修正幼儿园幼童专任车辆与其驾驶人及随车人员督导管理办法部分条文，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案教育部函为教育财团法人当年度对个别团体法人或个人所为一定金额以上奖助或捐赠名称修正为全国性教育财团法人适用财团法人法第21条第二项第三款，对单一个别团体法人或个人于每年度所为奖助或捐赠之一定金额，并修正公告，程序文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一案科技部函为废止科学工业园区水电辅导管制办法，程序文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主任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及所属行为107年第四季无捐助民间团体及个人经费资料一览表，程序文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无异通过。第一百一十三案文化部函送108年1至2月该部接受外界捐赠款明细表，程序文会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4条，文化部函授文化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监督办法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5条，文化部函授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长、董事与监事临聘解聘及补聘办法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6条，文化部函授文化内容策进院绩效评鉴办法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7条，文化部函授文化内容策进院公有财产管理使用受益办法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8条，文化部函授文化内容策进院董事监事及院长利益冲突回避范围及违反处置准则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19条，文化部函授修正文化部奖励出资奖助文化艺术事业者办法第2条、第3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条，文化部函授文化部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资方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建立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0条，行政院的原子能委员会函授原子能业务财团法人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2条，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授原子能业务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校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3条，交通部函授财团法人台湾业务专协会及台湾电信协会依本院相关决议108年3月份执行进度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3条，交通部函为修正公路征收及监理规费收费办法第3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5条，交通部函为修正公告国际辐射和燃料货物税赠与证书，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6条，交通部函为修正使用国营航空证驻航空设备及相关设施收费标准第15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57条，交通部内政部函为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内政两委员会。请问会有意无意通过？第128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所管特定非公务机关自动安全管理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华侨交通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意无意通过？发言会第129案至第132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3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除第130案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外，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意？无意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29案至第130案为教育部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结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专案报告，结束推动新南向政策方案执行成效及高龄大学招生为专长所检讨报告，结束经济道专校务院校长遴选机制专案报告，保护函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算决议，结束地税款第5项决议11，求政府所属监所管理员值班制度专案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发言会第133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请宣读。第133案至第135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函有关107及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解冻报告案，也已处理或审查完竣。第136案为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院会相互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第137案原本院交通文化委员会报告审查相关人民团体请愿案，经审查结果不成为议案案。第138案至第140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同委员会专家委员南京苏委员之分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进行咨询事项，将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马委员文俊等锁定咨询之书面答复共36件，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本院陈委员学生等向行政院提出咨询共45件。宣读完毕。林委员长走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院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
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十四次会议议事审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仅限列依行政院依行政院函请审议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而本院委员赖世葆等23人领具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三本院委员林代化等17人领具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及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议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法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本案经本会期第三次会议决定，进入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另外委员赖世葆等拟具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委员林代化等拟具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即公投第12案施行法草案，分别经本会期第5次及第12次会议决定，进入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报院会以上个案因协商与逾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原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依登记顺序发言并截止登记，请由委员美女发言，时间3分钟。主席，还有所有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们终于到了历史性的关键的一刻，那我们今天要审查这个司法院释字78号的这个施行法的条文。那这个很多的反同方一直认为说，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并没有遵照公投的意思，违背公投的意思。那我们就回到现场，公投第10案跟第12案所投的内容是什么？公投第10案在讲的是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所以他们在理由书里面，这是我们大家的公投的案子里面写的是，本公投案并不排除同性两人依其他法律的规定行使释字78号所称的婚姻自由，以及同性两个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这个亲密性及排他性的结合关系，所以呢，符合第10案的公投，也第十二案的公投，大家所投的也是你是否同意以民法亲属规定以外的其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别的两个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在理由书里面写的也很清楚，故本件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形式来保障同性权益的公投案，实属督促有关机关仅采取民法婚姻以外的适当保护途径，来保护同性别的两个人的成立永久结合关系，例如制定特别法或以其他的形式等适当的途径，必保障同性别两个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所以700多万票所投的就是这两个公投案的内容。那这两个内容都是在大法官尊重大法官748号的解释的内容，保障同性别两个人的婚姻平等自由，婚姻自由的平等权。所以行政院所提的版本
大法官七十八号四至七十八号的施行法，不只是遵照大法官会议的决议，保障同性别两个人的婚姻自由的平等权，同时也遵照大法官遵照公投的七百多万人的意志，用专法不用民法，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必保障同性别两个人的婚姻自由的平等权，所以完全符合宪法。所以希望大家在历史性的关键的一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让我们台湾能够迈向宪政及婚姻自由平等的一个。谢谢尤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大家早。2015年，蔡英文总统竞选总统的时候，将婚姻平权作为政见之一，甚至发行所谓的彩虹卡来进行募款，也获得很多人的支持。但是2016年当选之后，从全面执政到现在3年多，其实这个政见行政院并没有很认真的处理，甚至也从未提出相关的法律。有一些委员提出了一些版本，但是却遭到法务部的反对。我们还记得当时法务部长邱泰山在备询的时候，还说法务部是朝同性伴侣的专法来修正，后来又改口说要修正民法，但是后来又改了，所以可以说是意见反复，一变再变。3年多来，立法院委员会审峻的法案被国会多数党民进党搁置。2017年5月24号，大法官作出78号的解释案，要求2年内必须完成立法。但事实上，行政院在这一部分的进度也是非常的缓慢，几乎内部也没有共识。所以这个解释案发表之后，不但没有停止纷争，也引起更多团体的动员，发动公投，让社会更加的分裂。直到期限将届的2个月前，行政院终于提出了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实施法草案，并在院会直接进覆二读，连在委员会也没有经过讨论，逼着其他相关的法案也必须要一并进覆二读的方式来处理。换句话说，这个案即将要到投票的今天，其实立法院并没有充分在委员会做过讨论，就算是在朝野协商也是草草带过。所以如果连在立法院内，甚至在执政党内部都没有一致的共识底下，你要如何期待社会有共识？面对大法官的解释，立法院确实有配合修法的义务，但是2001年大法官作出的第530号解释，要求2年内将司法院审判机关化，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也没有处理。原因就在于知识体大，难有共识。同样的，今天大法官释字第748号的解释案也是一样，引起社会发动公投，造成所谓的新的公投的民意的出现。所以在目前社会仍然在这个议题上没有共识的情况，甚至没有对话的状况底下，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在面对极大的差异、意见毫无交集的状况底下，难道执政党要逼我们今天在这里按下表决器吗？作为民意代表，我们希望我们的立法不是制造更多的分裂、更多的对立，我们希望这个立法是真正。好，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吴委员自扬。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我想，不管各党各派的委员，内心都相当的复杂，相当的纠缠。
我觉得这个行政院，民进党的行政院要负最大的责任。市字78号在2年前已经公布出来，定了一个今年5月24号的一个期限。民进党为什么一直到最近才突然提出行政院的版本？这个版本有经过大家充分的讨论吗？有吗？大家回想，当时在立法院行政院版本送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一定要复委，你至少要让起草这个法案的主管机关要向大家说明你草案的内容，要接受询答。结果民进党用多数硬要把它抽出进覆二读，我们以为进覆二读那你就很快呀，可是进覆二读以后到今天要表决前很近的时候才开始召开所谓的朝野协商，是不是就想这样糊弄就这样过去了？这里面关系到除了所谓同性的伴侣他们的权益以外，更有去年几个公投案700多万人投下来的全民的直接意志。这个全民的直接意志难道可以去忽视它吗？那这个意志跟市字78号的关系是什么？互相的关系是什么？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妥协的一个方案？这需要很多社会的沟通。当然5/24马上就到，难道我们只是司法官，我们只是大法官，要我们什么时候定我们就一定要定出来，我们没有自己讨论的空间吗？我们立法院没有一个定一个化解社会各界争议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在里面吗？司法官叫我们，大法官叫我们什么时候定就定出来，他的立法原则难道不是保留给全民公投投出来的立法原则吗？那去年的765万的公投所定出来的立法原则，依照公投法我们可以去变更它吗？所以这有好多好多的疑虑，应该要好好的厘清以后再来审查本案。谢谢。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关委员碧林。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回顾历史，2000年9月齐家威第一次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申请户政机关不准同志结婚是否违背违宪的解释，但因程序不符被驳回。2015年，台北市政府也函请内政部报行政院，请司法院解释。2015年，齐家威诉讼到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被驳回，因此第二度向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递交释宪申请。2017年2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受理两案，并案释宪申请。2014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大法官释字第748号解释，这就是我们立法院今天要处理本案立法的缘由。这个历程将近20年，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时刻。今天我在这里代表发言，是因为我身为民进党的干事长，我承担干部责任，对行政院版提出再修正。对院版再修正是为了让法案可以通过。虽然我们知道像江启臣委员、吴志阳委员两位一样，这个议题的双方都曾经说过，不如让三个版本不要过，让它自动生效。然而作为执政党，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能把问题丢给人民、丢给地方政府、丢给公务员，我们不能把台湾丢给混乱。承担不只是执政党的任务，这同样也是我们立法院所有同仁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大法官会议视线是我们长期以来宪政秩序的最高指导原则，民主政治公民投票也不能违抗。就台湾民主政治来讲，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两种至高原则的对撞。当处理这两种对撞的责任来到立法院，民进党所有的同仁承担压力，无不绞尽脑汁，都付出了心力。政院版微调这个结果，我认为左右双方可以都不满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双方的奋斗都有一定的成果，大家辛苦了。权力是永恒的奋斗，在正反双方追求真理的对垒中，台湾民主宪政的根基更加精致了，更加厚实了。今天过后，让我们共同接受一个更民主的台湾。谢谢大家。谢谢管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洪军。主席，还有各位同仁，今天我们在立这个同性婚姻的专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一路走来社会的对立，社会的对抗。今天外面下着雨，包括赞成者、反对者，都在立法院外面诉求他们的想法跟理想。可是今天我们在议场里面，不分各位党派，我们今天要理性的来站着讨论的是，这个法是要如何来立，而且立出来能够不会造成社会的对立，不会造成社会的抗争，然后保障该有的权益。同性婚姻一路走来其实是非常的艰坎坷，可是好不容易我们台湾的社会可以纳入理性的讨论，我们的台湾的社会包括台湾的百姓可以大家共同理性的来讨论。可是在这理性的讨论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急就章，我们就不能用所谓的一步到位能够尽速把它立法完成的这种概念来立一个法。今天在我们台湾社会所存在的非常争议性的法案，还没有达成社会共识的同性婚姻法绝对是一个代表之一。例如我们的安乐死，例如我们的堕胎法，例如我们的代理孕母，其实等等，甚至于包括废死，这么多的争议的没有办法抚平社会大家达成共识的法案都躺在立法院里面。为什么这些法案都没有办法拿出来修？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台湾的社会还没有办法成熟到这个程度。所以同性婚姻其实等同前面大家同样的，我们这些法案必须要好好的理性的来看待，用必须要用大家社会包容能够立出一个真正能够保障这些同性婚姻的好好的永续的法案，这个法案出来才是真正的好的法案。可是今天我们急就章的违背了在11月24号的公投法的这一些的整个新的创制的权益，然后只用旧的大法官的释宪法案，然后这样子进来就开始修一个专法，这个会造成台湾社会再一次的撕裂，再一次的对立。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在赞成同婚，也不是在反对同婚。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我们各党各派的各位立委，我们必须要修一个真正一个永续的法，才是社会国家安定的。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周成委员秀霞。
谢谢主席啊，各位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哦。今天我们针对四至七四八号的这个解释以及公投法的第十二案的结果哦，制定专法，要来给予同志朋友们经营共同的生活，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永久结合关系的权利哦。坦白的说哦，这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从一开始严重的冲突对立，到从彼此愿意的容忍接纳，愿意透过一部正式的专法来保障同志朋友的权利，其实这正是台湾社会进步的一大里程碑哦。我们都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哦，就是说任何再有先进的思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步到位的，但是也不会对于进步的价值是无动于衷的。假设说我们对于任何的法案都可以一步到位的话，那包括废止安乐死哦，跟堕胎合法化、代理孕母等等，这些都不存在争议，都应该是可以立即立法来完成的。可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哦。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社会民众有着传统的价值观，需要慢慢的一步步的去转化、去接受，而不是为了追求什么亚洲第一名的第一的虚名哦，而使得传统的社会规范价值哦完全来崩解哦。我们在这里哦再一次恳切的呼吁执政党，对于这种涉及非政治的议题哦，不应该用党纪或者是抢夺立案先后的顺序来让多元的社会的意见没有办法充分的展现，而只能对于执政党所提出的修正动议来表决哦，这是一种非民主的议事处理方式哦，不但激化朝野对立，更可能会让社会的冲突哦更为严重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亲民党团认为哦，给予同性两人有经营共同生活，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哦，这是事先案给予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要给予尊重。但是公投案所展现出的多数民众的意见哦，兼顾传统家庭价值以及社会伦理，我们也必须要去理解。只有双方互相体谅、互相理解，才能够使得先进思维跟进步价值能够更加的彰显。以上跟大家做一个共同的祈勉哦，谢谢。谢谢周成委员。下一位，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位委员，前年106年5月24号，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阐明相同性别的两人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这个是宪法所保护的婚姻自由及平等权，也就是大法官会议认为现行民法的婚姻规定没有保障相同性别的婚姻自由权跟平等权，宣告违宪，相关机关应在2年内完成修法或另行法律制定，尊重立法形成的空间。但是美其名是如此，该748号解释又强逼行政机关在今年的5月24号起，即使立法院没有完成上述相关的修法或是法律制定，同性伴侣仍可进向户政机关进为伴侣结婚登记。但是去年的11月24号公投结果压倒性的民意，765万的新民意要尊重公投的决议，765万新民意支持通过，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的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但是很遗憾的，司法院对于以上的公投结果呢，依然强调
行政院应该速提交法律案送立法院审议，不得抵触具有宪法未接效力的大法官会议解释，坚持重申相关机关研领及审议相关法律时应注意不能抵触大法官748号的解释一旨。但是本席认为这次的公投结果是一个多数民意的呈现，意味着多数的民众是肯认家庭是由一男一女组成的，那司法院的大法官呢应该是以民意为依归，有必要针对748号的释宪内容进行更细致的补充解释。那我们看到这个草案呢，给人家要五毛给一块之感，这个草案准用了民法许多民法亲属跟继承编的规定，让多数人民认为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个被肯认被彰显的普世价值呢，将会被这个专法的制定而招致破坏。多数民众认为这个还有待社会各界进行更多的讨论空间，但是在立法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院会通过变更议程，多数委员的优势强力推动行政院版，要等同要把它进覆二读，剥夺我们委员会逐条审查个别关心这个同婚议题的委员的立法跟执行的看法。今天文局恳请蔡英文政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不要背逆了这个家庭组成的原则，让这个收养的文字呢。好，谢谢孔委员。下一位请会委员冯泰。主席，苏院长，各位委员，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刻，我进到立法院第15个年头，也从来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表决。刚才李鸿钧委员呢讲到，我非常之同意抱歉忘了你名字。我们在立法院有很多很争议的事情，大家为什么不处理？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社会要有一个共识。同样的，今天要处理这个案子，社会上意见是很分歧的。台湾只有一个，我们不希望有任何的一个案子分裂我们人民彼此之间的感情，甚至分裂一个家庭的感情，朋友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今天一定要去处理这个事情。事实上，在去年1124的公投的结果也就很清楚了，主要的民意765万票已经告诉了社会大众。那今天民进党一定要去撕裂我们人民的情感，民进党一定要破坏社会的和谐，甚至家庭之间的融合。我真的不知道民进党为什么要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嘛。刚才李鸿钧委员真的很钦佩他，像这个废死等等的这案子，像安乐死等等，没有社会共识，有那么急吗？所以我在这里最后的呼吁我们立法院的苏院长以及民进党的各位立法委员们，在历史的关键的一刻，大家想一想，真正要去分裂这个社会吗？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也不想讲什么道理，也不想引经据典，而是发自于内心的跟民进党的各位委员来报告，台湾的人民的感情，你真的要分裂吗？再讲两遍，很重要。台湾人民的感情，你真的要分裂吗？台湾人民的感情，你真的要分裂吗？谢谢。谢谢会委员。下一位，请廖委员郭栋。
院长，各位同仁，对于今天大家面临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的时刻，我一直在观察这两年多以来，甚至三年多来，民进党做任何一个决策啊，凡事都是仓促上路，明明有非常大的争议，他们一定要强迫很多的立法委员，在野党也好，包括执政党自己的立法委员，都被行政院胁迫一定要支持某一些法案，不论是一例一休跟后来的军公教的年改，乃至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同婚的相关议题，都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在两年多以前，我个人担任国民党党团的总召，第一次面对同婚议题，当时青岛东路跟我们晋南路上分别两边的这个朋友呢聚集在那个地方，我们在司法委员会，当时民进党的赵伟居然在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之下，就要求要敬送院会来处理。当时如果不是我跟孔举委员、郑天才委员极力的在司法委员会冲撞，当时可能会一路啊在院会被处理掉。还好当时我们阻挡了那个动作，让他回到民众来相互讨论。当今天我们有765万的朋友在公投，当时呢就表达了非常坚定的立场，认为这个议题应该要再讨论，甚至根本就是反对。但是民进党的政府一样的用强硬的手段，要把台湾的社会抛到不可知的一个未来。我个人认为，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台湾的社会未来的发展不但是不可预期，所造成的冲击啊，没有人想象得到。所以我们今天党团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仍然坚持这个法案应该要三思而后行。谢谢廖委员。下一位请同委员惠珍。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这是我进到立法院来第一次看到这么样的有争议性的一个法案。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台湾在民进党执政这三年来有这么多荒腔走板的执政，今天我算亲自看到，对于同性这么重大的一个法案，居然能够在这样子粗糙，而且重点是社会没有重大的共识之前，竟然要在今天以政党优势的情况之下，用政党对决的方式来通过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民间的民意的法案。惠珍常年在海外，对于同性，其实知道吗？美国对于同性的问题也存在着很多的歧见。如果今天我们这样的法案能够通过，通过了之后，能够让我们台湾的同志们、同志朋友们得到社会大部分的认同跟尊重，那我们今天的通过毫无意义，大家都应该举双手赞成。问题是，大家看到今天外面有这么多的人抗议，执政党、执政的民进党到现在没有进行让社会大众有很多沟通，还有社会民意能够接受的一些共识产生，就要仓促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你们觉得对得起台湾的同性同志，对得起台湾的广大人民吗？不要说去年有通过的公投民意765万的民意民众的支持，重点是
每个法案的通过是要考虑到人民是不是真的能够认同这个法案，我们立法院的存在是要制定对人民福国利民的法案，而不是制造冲突对立。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这一票投下去，同性婚姻的法案通过了，能够让台湾更和谐，能够让同志朋友们得到更多的尊重跟跟同意跟认同，那么通过这个法案毫无意义。问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这中间的共识，这中间的这个产生的这个认同，为什么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执政党没有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多下努力去呢？而放任社会这样的对立，放任意识形态这样子的严重的蔓延在我们台湾的社会，这是我非常痛心的地方。所以我再次呼吁，如果立法院真的要成为一个全台湾的民众都能够认同，真正能够立出好的法案来，我们应该要重新再审视怎么样让社会的共识更加的成立。每一年的六月份在纽约都有同性恋的荣誉周，我想在场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去参加过。我们没有不认同同性恋，我们觉得同性的朋友也是值得尊重的一群，但是社会要给他们一个认同，要怎么样让大多数的民众能够认同这一群团体，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呼吁。谢谢童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育人。从第九届第一会期开始，婚姻平权一直是我非常关注而且重视的议题。同婚议题不是党派议题，更不应该被操作成政党对决，政治不应该绑架人权。许多民调显示，区分此议题支持方向的分水岭，并不是政党倾向。台湾的同婚之路是条漫漫的长路，从30年前齐家威先生的奔走开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有了每年 一年一度的同志大游行，同志们走出阴暗的角落，能与社会大众沟通对话，甚至得到社会上的支持。而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些支持真正的落实在法律上。身为推动同婚法制化的一份子，我为同志发声，为同志提出最充分的保障。立法过程中，我们尊重社会不一样的声音，终于来到今天，我们要走最后一里路，履行对同志族群的承诺。众人看到同志们幸福洋溢的笑容在他们的脸上，隧道的尽头终究是阳光。同性婚姻不应该落入政党对决的陷阱，而是决定台湾未来以及多元价值的展现。我从2016年第九届第一会期开始，就支持同志婚姻，并且有提案。本党也有13位委员支持我的提案。同性婚姻注定要站在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不应该成为政党的工具，而是普遍价值的认同。同志婚姻法制化的重点，我想便是共同组成家庭的意义还有价值是什么。如果说同志族群在这社会上是少数，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分差异的去保护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这社会上不受歧视的保障，给予相爱的人可以组成家庭的权利。难道我们忍心剥夺他们相爱的权利吗？试问各位，如果你的家庭、你的亲戚、你的亲人有同志，你忍心看他一辈子在阴暗角落生活吗？最后，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我呼吁立法院的每一个委员能够不分异同、不分党派，一起守护台湾人权灯塔的多元价值，尊重每一个人相爱成家的权利。或许今天过后，我们很久以后才会回头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但是我们勇于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希望下一代在10年后会认为我们今天为社会做了一件美好的事。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建明。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是执政党的总召，也不是因为我是国会多数党领袖。我今天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要非常坦诚地面对宪法，我们要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昨天我为什么凌晨五点多要来排队？这个法今天一定要通过，没有通过绝对是台湾的灾难。5月24号以后就开始登记结婚，各位，所有乱象纠葛马上来，法律义务关系全部模糊，这是台湾不可承受之重，也是执政党不可承受之重。过去我们都很清楚，在这场议里面，所有的法案没有像一个像这样历史上最复杂、最纠葛，它牵动不是只有政治，它牵动道德、价值、宗教自由等等，包括很实际的每一个立委的那选举，所以大家都很烦恼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面对。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是本届才发生，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法案了。但是我一直拜托尤美女只出一道公听会，于是乎我是非常鲜明的反同的人，但是我一样要面对宪法了。于是乎我在选举的时候挺同的闹选区反复选，包括时代力量也派一个邱显智跟我一起选，所有人共同希望就是说让柯建铭不要回到立法院来。2016年12月24、21号的时候，当我代表民党团在委员会发言的时候，我主张专法，马上被攻击要罢免，马上罢免。所以这就走来，我们要做这样的转变。然后告诉各位，有一个问题：今天不管来，不管公投第十案、第十二案都是一样，民法分院以外就是专法。那大法官司线走出来了。自由平等以及24号就要登记结婚，试问我们还有任何赔钱的空间吗？还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呢？金门几天我立的专法是重新办理法，也是违宪。所以各位，我们必须向宪法低头。没有一个人民，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包括总统都一样，可以站在对宪法对立面，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同时在这里，我要对于今天通过以后。所有不满的人表示道歉，请你们能够包容了解，台湾不应该再制造对立，长夜将近，我们共同迎向未来。谢谢柯委员，下一位请沈委员致会。你不用抱歉，而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再次表达我们深切的遗憾，因为这么重要的同婚法或是同性伴侣法，很遗憾的在立法院没有进入委员会来讨论。我们所看到的是民进党用强势的人数表决让他进覆二读，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两年前的释宪案，两年前大法官的释宪的结论要在今年本月5月24号要实施，但是我们要说它是一个形式的民主，它是一个过去的民主。为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半年前，去年2018年11月24号，我们人民用他最新的创制权，用公投的方式，第10案、第11案、第12案，表达人民最新的创制权。我们很清楚，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有了人民，
有了国家才有宪法，而人民用他的方式表达他对宪政体制的方式的表达，就是用现在来说就是现代民主，用我们的行为方式来说就是用公投。公投就是一个实质的民主，当下的民主。我们要用两年前的视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清楚要修宪工程浩大，所以他有大法官的视线，那是一个实，那个是一个形式的民主。当有了实质民主的公投，人民用他的创制权来表达他十案、十一案、十二案，为什么半年来在法案的修法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说 sorry、说抱歉的民进党党团，就这样的这么关切人民的权益、这么对立的、这么争议性的一个法案，来实质的在立法院委员会中好好讨论。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苏嘉全院长用两天的时间，用所谓政党协商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法案，够吗？够吗？我们要深深的表达遗憾，深深的表达遗憾。这就是今天是民主宪政的耻辱，民主宪政的悲哀。不要说抱歉。谢谢沈委员。下一位，请赖委员释宝。谢谢院长。那么院长，各位先进，我们这个案子有这么急吗？我刚才听到柯建铭总召讲了一句话，好奇怪的一句话，他说要向宪法低头，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要不要向人民低头？答案绝对要。为什么700多万票的人民的公民意识的展现，这一部行政院的专法完全没看到？他都准用民法，准用民法，准用民法。这一次的公投，三个案子，第四项、第十二项讲得清清楚楚。我要请问，大法官这么伟大吗？大法官15个人，他的意志可以压过所有的700多万的意志吗？我们来看看刚才江启臣委员提的一件事情。大法官200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释宪案，532的释宪案，他也要求司法机关审判要做一个调整。到现在为止，2001年到现在为止，快20年的时间了，没有动静。为什么？实质上有困难呐。那么各位伟大的政治家，当个立法委员是立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各位乐见看到立法院外面2兆人员在那里这样子叫，在那里骂吗？这是我们要的吗？老实讲，现在的大法官已经成为蔡英文所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啊。大家难道不知道蔡英文他的政见就是主张同婚嘛？很清楚，就要兑现的政见。然后不管民意，民意如果大家都支持，我们当然支持啊。700多万的人不支持啊，各位，700多万的人不支持蔡英文，结果他透过15个大法官，就硬要这个要开过去。那么各位伟大的政治人物，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是立法委员，我们是独立行使职权。如果这个案子这么容易通过的话，早就过了啦，早就过了啦，何必等到现在？而且你看这一部的行政院的法，我记得在协商有人在骂我，说这个就是专法，他不用民法，怎么不用民法呢？多少条准用民法？
如果大法官这个就同性婚姻，他的事情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不直接写清楚？他没有写过同性婚姻，也没有写过同性结婚。好，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国昌。院长，本院委员，生长在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当中，让这块土地上每一个公民都有寻求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爱、自己的家庭生活，我相信是每一个政府的责任。刚刚有很多朋友说，我们需要这么急吗？我们要一步到位吗？我想要说的是，长久以来被剥夺基本人权的同志们，他们走到这一步已经历经几十年了，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作为一位立法委员，从2016年进入国会开始，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民法的修正，让每一个相爱的人都有结婚成家的权利。我们知道社会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修改民法的脚步停止了下来。2年前，大法官4-748号解释，清楚地说明了婚姻自由的平等保障，就是婚姻自由的平等保障，是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让这些长久以来被剥夺这样基本人权的同志们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们知道去年公民投票的结果，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去年的公民投票清清楚楚写着，是反对用民法婚姻的方式来保障同志们的婚姻自由，白纸黑字写的，不排斥用其他立专法的形式来保障同志们的婚姻平等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用专法的方式给同志朋友们婚姻自由的保障。我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非常多支持这个信念的朋友所承受的压力，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昨天管碧玲委员看到我的时候跟我说，国昌兄，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修改。我听完管委员讲的以后，不要担心。今天时代力量党团五票全力支持民进党提出完的修正动议，让我们下个礼拜可以祝福这些同事朋友们，希望他们幸福，希望他们美好。谢谢。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长左。各位我们立法院的同仁大家好，是为什么会有社会对抗？为什么会有社会的冲突？为什么会撕裂社会？
就是因为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像赖世葆委员、费鸿泰委员、沈智慧委员，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子，还跟着外面扭曲、恶毒、抹黑、错误的资讯，在这边起舞。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社会对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边审婚姻平权的法案？这是因为大法官会议已经解释说，在台湾我们必须要保障所有的人结婚的权利，不分你的性倾向。还记得两年多前，我相信赖世葆委员、费鸿泰委员也在立法院，当时是包括民法的版本、专法的版本都放在讨论的桌上讨论，而到了今天，为什么我们现在只剩下专法的版本，没有任何一个民法的版本？就是因为遵守公投的结果。去年的公投结果清清楚楚，这个过程是什么？一开始提案人他提出来的案子是写，你是否同意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同意要让同性结婚。后来外界中选会有疑义说，你这个写得不清楚，你的意思到底是不准他们结婚，还是不准他们用民法结婚？后来提案人自己补充，他的意思是，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理由书里面直接写哦，本提案不排除以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的二人可以这个得到婚姻自由的平等保护。清清楚楚是这个过程，这个是提案人自己写的。即便提案人以及他们的团体在公投之后还讲了很多矛盾的话，但是我们回来看一下提案人的提案内容以及提案书，各位立法委员明明就知道，事实就是我们在这边审婚姻平权的法案专法，就是因为遵守公投，没有人比我们还遵守公投，只有你们在违反公投、扭曲公投、曲解公投，而且因为这样子想要去造成社会对立，来得到你们的政治利益，这样子去欺负这些已经权力被剥夺了几十年的人，打压这些过去这两三年来受到伤害的人，然后来得到你们自己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公平吗？我要拜托你们，昨天我打了好几位国民党的委员，把票投出来，今天把票投出来。谢谢林委员。发言会所有登记广泛讨论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逐条讨论，请宣读名称。行政院提案名称：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委员赖世葆的提案名称：公投第十案施行法。委员林岱化的提案名称：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及公投第十案施行法。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名称：司法院大法官设置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名称：公投第十案施行法。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名称：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宣读完毕。现在我们依登记顺序发言，现在截止登记。首先，我们请吴委员。啊，你要登记吗？第一条名称。我看我已经宣布截止登记，你们第一条再登记好了啊。好，请吴委员自扬。好，不发言。第二位，我们请赖委员世葆。苏院长，也是各位乡亲，这个题目啊，我们都知道很清楚。行政院对于今天要通过的案子，他们提出来，司法院748号的实施法，这是道道地地的同婚法案。
为什么不敢开大门走大路，直接就定同性婚姻法案或者同性结婚法案？为什么不敢这样定？想闪吗？什么像吗？像来像去，想这里闪一点，那里闪一点，就是想，就是政治考量。我认为这个题目以大法官来讲，他原来解释在前面，最新的是公投的，所以我提出个对应案，叫公投第十二项的实施法。我再强调一遍，各位，这不是挺同跟反同的战争了，不是了，也不是挺同跟反同之争了。我在这里再讲一次，我家有三亲等，是同志，也结婚了，我们全家都祝福啊。啊，就在一起了，穿婚纱，婚礼都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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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庭都接纳。哎，尊重我讲话好不好？什么叫胡说八道？你来供，你来供，什么叫？要强要来登记的。我强调的是最新民意是公投第十二项。748号的事件案是过去的，他解释那时候的时空，可是他已经被后来的公投所取代了，而且这是一个创制，按照公投法的三十条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创制立法权、创制权的行使，为什么可以不尊重呢？请问各位，为什么只看了大法官笑，不看700多万的人民哭？为什么？我就问这点。我告诉各位，我对同志有包容有爱，我没有歧视，但是我对这样的一个修法，老实讲，我们看到行政院不敢直接面对。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的里面的条文就不要这么多的准用民法，所以这是道地的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是专法，实际上就是民法。表面上是专法，实际上就是民法。所以，请各位能够支持小弟我提出来的，就公投第十二项，呼应也呼应了大法官的意思，也呼应了公投的意思。谢谢。谢谢赖委员，各位都是非常有风度的委员，我们在台上花园，台下尽量就不要给予任何的回应啊。好，下一位请林委员长左。好，不花园。下一位请孔委员温吉。主席、各委员，我相信我们朝野两党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我们国民党、民进党都有自己的一个宗教信仰。那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己的一个价值观。那本席也是非常的同情、支持、同情啊同性恋的一些诉求跟主张。但是基本上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法案，应该是有牵涉到我们社会的伦理价值要怎么样维系，也牵涉到大家是不是可以认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那我们的台湾是不是一个民主法治、尊重公投的国家？那这个也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所以本席呢，来自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原住民的选区，所以我记得在3年前，当时司法法制委员会在讨论同婚专法的时候，外面拒绝了3万多个，很多来自我们的传统家庭、牧师、长老，我看到很多我们原住民教会的牧师，他们说拜托拜托，不要让这个法案通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司法法制委员会要硬是要把它强行通过，就是我们几位，廖国栋委员、郑天才委员、
我们在那里阻挡。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议案能够好好的讨论。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名称呢，名称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今天民进党的再修正条文叫做《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但是王金平院长也说过啊，30多年下来从来没有见到像这样的一个法案名称。去年的11月24号，公投法公投结果通过了，765万票的民意通过，所以赖世葆委员他就提出了就是公投施行法啊，公投施第十二案的这样的一个施行法。所以本席在这里呢，是呼吁我们民进党不要忽视这个765万人的公投民意展现。本席在这里提醒民进党的立委同仁呢，不要忽视他。我们要重视每一个家庭所来自的一个宗教信仰，也不要陪葬了我们下一代对我们家庭、对婚姻的正确认知。所以我支持赖世葆委员所领具的公投第十二案施行法。谢谢孔委员。发言会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我们现在进行处理名称。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名称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名称，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5人，赞成68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名称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名称通过。现在进行第一条，请宣读条文。行政院提案第一条及委员林代化的提案第一条，为使相同性别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以达成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特制定本法。委员赖世葆的提案第一条，为保障相同性别二人以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成立同性家属关系，以落实其组织家庭之权利特制定本法。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一条，为使性别相同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以达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特制定本法。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一条，为使相同性别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并以民法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保障相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之权益特制定本法。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一条，为落实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之施行特制定本法。
时代力量党团在修正动议第一条，为使相同性别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以达成宪法赋予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特制定本法。亲民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一条，为落实司法院设置第748号解释之施行，及并符合107年11月24日通过之公民投票案第十案及第十案结果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在法案之前跟大会报告，我们今天中午就不休息啊，我们等一下会发便当给各位啊。那么我们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我们现在截止登记。首先我们请吴委员致阳。好，不发言。我们请沈委员致会。刚才院长说过，只要是一案表决通过后，下面不管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或其他委员，如果有联署的提案，都不再表决。我们也晓得，民进党党团已经取得优势，就是在每一条都做第一案的修正动议。我们也了解今天民进党党团的强力动员，以及苏贞昌院长说今天民进党所提出的版本投下去的人就是代表民进党，所以我们也了解在这样的人数民进党的优势之下，而且民进党在登记这个个案逐条表决的时候都是登记为第一案，所以未来也不会审到国民党的第二案。我们知道民进党是祭出了这个党纪处分，所以为了避免大家不知道国民党也有支持我们这样同志的结合，因为我们尊重公投10案、11案、12案，在公投里面也有立专法来让同志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很负责的，国民党今天也有提出修正版本，但是我知道很不幸的，未来我们的修正版本在民进党强势表决之下，不会轮到表决到我们国民党的版本。所以在这里，我要念出我们国民党第一条的版本：我们还是支持为使相同性别之两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并以民法婚姻以外之其他形式保障相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之权益，特制定本法。所以在这里也是表达我们的支持，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条文通过，但是今天如果有通过之后，我们还是给他们这些同志们祝福，也不希望我们在立法院其他的委员以本委员的民意在做不当的攻击、不当的说明，我在这里一并表决，大家相互彼此尊重，彼此在立法院的问政权利，这是个相互尊重，这乃民主基本的素养。在这里表达这个国民党修正的版本，在这里也希望我们还是有机会，院长你要让我们各党都有机会来做表决，虽然您的裁决可能不会听从我们的意见，但是还是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谢谢。好，谢谢沈委员。虽然我们照议事规则啊，那所有没有表决的案子，全部都会列入公报记录啊，在公报里面都会呈现啊。下一位，我们请萧委员美琴。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民进党党团针对行政院版的第一条提出了再修正动议的条文，那我们的条文内容就是很清楚的
未落实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之施行，特制定本法。那至于释宪文的内容，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针对现行民法的婚姻规定，未使相同性别之两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于此范围内与宪法第22条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条保障人民平等权之意旨有违。所以今天我们是依照宪法的精神在这里讨论，要如何让过去婚姻自由平等权被剥夺的国人能够受法律上的保障。当然这个讨论在立法院不是仓促进行，早在释宪之前，这个议题在立法院已经讨论十几年的时间了。而今天各界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行政院提出了一个整合各界意见取得最大公约数的版本。而这部专法的形成，除了宪政精神的维护之外，同时也遵守去年11月24日公民投票的结果，其中通过的第12案明确要求，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所以行政院版本以及民进党的修正动议，无论立法目的或立法精神，都是在于维护宪法，在于维护去年公投民意所要求的结果。而我们在这里共同面对的，是要对我们作为立法委员的宪政责任，对去年公投结果要负起责任，也是要对那些长期因法律的不完备而被歧视的国人负起责任。而行政院版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民进党党团提出的再修正动议，就是希望让这个法律能够顺利的通过。而历史证明，有许多国家走在我们前面，这样子的婚姻平权法案是呈现爱与包容，是社会的成熟与进步。所以我在这边要再一次呼吁大家放下党派的对立，以及过去对特定性倾向者的偏见，以人道的角度来处理这个修法，不要因为一时错误的决定而剥夺别人一生的幸福。请支持行政院的版本以及民进党的再修正动议，落实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该有对人权的保障。谢谢。谢谢萧委员。下一位请李委员洪军。主席，还有各位同仁，今天我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按表决去，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我想民进党现在是多数的，行政院的版本我看就是这样过了。可是，在外面淋着雨，在抗议的，包括在赞成的，都不会得到他们满意的答案。赞成同婚者，对现在的行政院版本他们不满意，反对同婚者对现在的行政院版本他们更不满意。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台湾社会的对立。今天用的立法院的优势表决过一个法案，好像是一个交代，好像是说我们现在是亚洲第一个平权的一个国家，对性平权的一个国家。你冲到亚洲第一又如何？美国国外任何的先进国家在定一个性平权法，是经过多少的冲折，多少的社会的共识，才达成这样的一个法案。今天立法院我们回顾，包括前面几个光单纯用表决过的法案，一例一修就好，年金改革就好，过了很容易，可是后面所造成的我们国家社会所影响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不是单单纯纯今天我们要赶快让它过，赶快脱离战场，赶快迎接明年1月11号的选举，不负责任，完全不负责任。不管哪一个党，
今天我们要勇敢的面对，站在这里就是要对历史负责，站在这里就是要对中华民国未来长久永远的负责，不是在赞成同婚，不是在反对同婚。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要立一个法，这个法是让我们未来台湾的社会，我们中华民国的社会不会造成撕裂，不会造成冲撞，不会造成对立，这才是我们要的法，而不是用这样子急速的赶快要脱离战场的这样子的草率式的立法，绝对不是我们要的法。我们前面有过教训过，一立修造成的社会冲击有多大，年轻的改革这样草率的过去了以后，对社会的冲击有多大。今天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要很冷静思考，同性婚姻法要给他们平权，给他们性平权，要好好的善待他们，可是立法不是用这样子立的，立法不是用这样子的处理的。如果是一个好的法案的话，为什么赞成跟反对的都不认同这个法，表示的问题还是很多嘛。希望各位同仁好好的三思一下，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李委员。下一位请周成委员秀霞。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哦。今天这个第一条哦，条文哦，主要是在制定本法的立法目的哦，也就是说，要告诉社会大众为什么我们要来制定这一部法律哦。按照民进党团的修正动议，是表明这一部专法纯粹是为了四字七十八号解释才来制定本法，但是在这边却完全忽视了去年11月24日的两个公投的结果。这两个案子分别是以756万跟640万票这么高票来通过。如果今天我们制定专法的同时，却不去提去年底这两项公投案的缘由，那请问人民的创制权何在？举办公投的意义又在哪里？即使民进党团要避免争议，将第一条的立法目的的文字把它简化，改为为落实司法院四字第七十八号解释之施行特制定本法，但是这显然不尊重公投案的民意展现，因此亲民党团也有提出修正动议，建议第一条改为为落实司法院四字第七十八号解释之施行，即并符合107年11月24日通过之公民投票案第十案及第十二案的结果，特制定本法，让这一部专法不仅落实四字第七十八号的解释意旨，同时也能符合公投法的民意。再次呼吁民进党团，让多元的民主声音展现，这是执政者应该有的度量，不让在野党其他的修正动议有机会来做表决，这个不会是承担责任的做法，而是走向独裁政权的道路。谢谢。谢谢周成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部发员，下一位我们请廖委员国栋部发员，下一位我们请赖委员世宝。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先进。那么刚才有委员提到啊，说这个专法是尊重公投结果，有吗？有吗？公投第十项写得很清楚，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的结合，700多万票通过了。刚才又有委员提到了，说他们
的公投里面说理由书里面也赞成同婚，这个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了。也许断章取义，我念一段给各位听。这里面写的他们的说明文写得很清楚，他叫未达成该号解释，就是748号解释所称的婚姻自由之平等保护，并不以使用婚姻之名称为前提。请各位读这一段，这是他们的说明栏里面，请大家要批评可以，要指教可以，要好好读，把全貌全部读完，你不要只有抓一部你想要的，而说他们第十项的公投也有啊，他们只是反对民法的婚姻，要专法婚姻，他们赞成没有啊？我刚刚讲了，你请仔细读一读啊。所有的第10项、第12项都是民法婚姻以外，这个，所以我是根据这个，我后来我提个版本，我现在支持国民党的党团所提的修正版本，那就是未使相同性别的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并以民法婚姻以外的其他形式保障相同性别两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之权益，特制定本法。这个呼应748号的一个解释文，这大法官的78号写得很清楚，相同性别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所成立之亲密性及排他性关系应予保障，至于用何种形式来达成，嘎啦嘎啦嘎啦，最后属于立法范围，就这样子，各位。所以我支持国民党团这次的修正案，他们的修正案也是针对我的修正案，我愿意来接受。谢谢各位，请各位指教，谢谢。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郭昌。院长、本院委员，其实在今天这个法律案的讨论以及审议的过程当中，我本来只想进行大体讨论的说明，但是作为一位负责任的立法委员，我没有办法接受透过一些错误或者是误导的资讯来去影响公众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刚刚有委员指教说，在立法的形式上用施行法，这是一个奇怪的立法的格式，为什么不用同性婚姻法？我要说明的事情是，我真心的本来也希望能够通过同性婚姻法，但是我们了解这个社会上有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为了要化解冲突，为了要增进包容，我可以跟这些反对的委员们报告，同志朋友们，他们真的让步了，他们接受了一个实质能够保障他们权利，在名称上面他们愿意退让的法案名称，而去批评这部法律这样子的名称，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有看到各个党团的版本全部都是用施行法这样的名称。也有委员指教说，十几位大法官笑了，几百万公民投票的选民们哭了。我也希望这些委员可以真正的了解，真正过去这几十年受到歧视、被剥夺基本人权，在暗夜里面哭泣，
是这些同志的朋友们。刚刚赖斯堡委员说有人断章取义，我想我再把公投第十案完整的内容再念一次，里面说得很清楚，本提案并不排除以其他形式，使性别相同的两人可以成立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达成释字748号所称婚姻自由的平等保护。这个法条的第一条就是在揭示释字748号以及公。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长酌。各位立法院的同事，大家好。我想关于这一条，我们当然都是非常的希望可以把这个保障婚姻自由的意旨能够写在里面。但是如果说为了能够这个让这个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来做比较浓缩的这个描述，其实我不会有太多的意见。但是我想借由这个机会，那再来回应刚才有几位同事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是不是太赶的问题哈？我想除了刚才我们黄国昌委员说的，其实这已经几十年来的一个推进，那过去也已经2年多来在立法院的讨论，不管从本来的民法跟这个专法，那即便到了现在，是因为公投过了以后，里面规定3个月内行政院要送案，所以不是太赶。如果我们要遵守公投，他就必须在3个月内提案啊，这个是遵守公投，怎么会变成说干嘛那么赶？所以大家一直在讲要遵守公投，公投法第30条就是说3个月内要提案，而我们在修的这个过程里面，又有一个5/24/4的这一个时间的限制。那大家在协商的时候，如果大家真的希望好好的讨论，我不太知道为什么有几位提案人其实要么就是来了一下就离开，要不然就是根本不来。那现在又说都没有好好讨论，那这不是一个很这个矛盾的事情吗？那另外就是刚才有委员说里面很多部分都直接写准用民法，我必须要请这个委员们大家思考，如果你不写准用民法，然后你又要保障婚姻自由以及它的平等权，要怎么写？我非常乐于看到你们的版本，但是你们的版本很清楚，就是没有保障婚姻自由嘛。没有保障婚姻自由，不是用婚姻的这一个方式来定义人权以及宪法上面保障的婚姻自由，会发生什么事？我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了。它可能会发生，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最后通过的，不管是这个同性家属或是同性这个结合的版本以后，这个上路了，还是有很多的同性伴侣在5月24号，他还是拿着释宪748号去说，我还是要办结婚，我不是要做结合登记，我是要结婚登记，因为这个是宪法保障我的人权。那我们第一线的内政部的这一些户政机关的人员要怎么办？以及你难道要叫这些同志朋友再去打一次释宪吗？我们在这里不好好的就婚姻来论婚姻，提出一个婚姻来保障大家的这个权利，去弄出出去摆位，提出另外一个东西，我让你登记结合啦，我让你登记家属，但是不要登记结婚，结果把问题丢给人民，让户政机关在现场一团乱，甚至于有更多的释宪案要出发。谢谢林委员，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发言会，我们现在就来处理第一条。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但所有的案都会纳入公报记录。现在来处理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8人，反对2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一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二条，请宣读条文。行政院提案第二条，称同性婚姻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委员赖世葆等提案第二条，本法所称同性家属，指依本法成立同性家属关系之双方当事人。委员林黛桦等提案第二条，称同性结合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条，称同性婚姻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而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二条，称同性共同生活伴侣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而同居一家者，依本法成立同性共同生活伴侣关系，准用民法第1123条之规定。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相同性别之二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称同性婚姻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与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亲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称同性结合共同生活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之二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宣读完毕。现在我们依登记顺序发言，我们现在截止登记。首先我们请吴委员致阳。好，不发言。再来我们请沈委员致会。好，不发言。再来我们请周成委员秀霞。周成委员秀霞，好，谢谢主席啊，各位委员同仁啊，大家午安啊，刚刚。经过关于法案名称以及第一条的这个表决哦，执政的民进党团哦，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全体国人，关于完全不涉及政治色彩的同婚议题，民进党团也是悍然拒绝在野党团的各项修正动议哦，想要以多数决的方式尽快来清理战场。或许在立法院的战场上，民进党团赢得了胜利，但是。请问这样的表决啊，这样表决下去的结果哈，社会的这个冲突对立会减少吗？在场的每一位立法委员，不论是区域的或是不分区的，身为民意代表，最大的职责就是，要能够反映出民意啊，让人民的声音可以在立法院中被充分的讨论。然而强行动用表决的结果就是掩盖了多数民意的声音了，使得执政的民进党与人民的距离是越来越遥远了。
亲民党团之所以提出第二条的修正动议，其实这个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尊重公投所投票出来的结果，让最新的民意能够展现在这一步的专法之中。我们必须要强调，四至七四八号解释一纸确实有提到要给同性者平等保护，但是要以何种形式来达成，则是立法者的工作。今天我们制定一部专法，不是只能听到执政民进党团的意见，而是其他在野党的声音也应该要一并来纳入考量。亲民党团的第二个修正动议，这个定义称同性结合共同生活关系者，就是指同性别两人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既符合司法院四至七四八号解释的用语，同时与公投法的第十案以及第十二案所通过的确立的这个立法原则是相符的，这个是正本清源之道哦，请朝野各党团哦能够给予支持，谢谢。谢谢周成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主席、各委员，本来民进党的提案第二条啊，应该是相同性别的两人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以达成婚姻自由的平等保护，特制定本法。但是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表决的是民进党的再修正动议，已经改成什么呢？改成没有以达婚姻自由的平等保护这几个字。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民进党柯总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没有婚姻自由的平等保护？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个退让，还是什么？这必须要跟我们大院来说明，因为这个再修正动议的版本是昨天晚上，听说是昨天晚上才提出来的。那这一条呢，可以说是这个专法里面的重中之重，它结束了我们这个本专法的立法意志。司法院四至第七十八号解释，他提及为使相同性别的两人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这个四至内容呢也提及要用何种形式来达成同性伴侣间的结合并以保障，这个是属于立法形成的范围。大法官他是尊重我们，等一下我们的表决。那十一月二十号的公投所通过的内容呢，以婚姻以外的其他形式保障同性二人共同生活这样的一个权益，这个是经过一个公投的程序，台湾多数的民众呢所创制的立法意志，再一个也兼顾了我们七四八号的释宪的精神，兼顾了我们台湾社会大多数的民意。所以文吉在这里呢是呼吁我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同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另外立专法的目的及前提就是我们不能混淆婚姻，混淆正确的价值组成及正确的人伦的价值，我们应该尽一切所能呢来减少下一代对我们正确的两性认知的影响。所以本席认为我们现在所讨论处理的这个法条应该是要回应我们先前通过的公投提案，才能够平息760万人对于蔡英文政府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所以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同仁们，你们有祭出党纪，国民党没有祭出党纪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案不是一个党派的对决，不是一个政党的对决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一个善良的一个价值，维护我们台湾的下一代的未来。谢谢孔委员。
下一位请廖委员国栋破阿元，下一位请赖委员世宝。谢谢院长，院长各位先进。那么，我看到民进党的再修正动议啊，把同性婚姻拿掉了，我就不了解他为什么要把它拿掉。他原来是原来的修正动议是有同性婚姻，现在呢把它拿掉了，为什么拿掉？我在猜了啊，可能这四个字还是太刺激了，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啊，但是。换汤不换药，他第四条又出现了，同性两个人可以去结婚登记，赶快立署了啊！他只是用这个想要来让大家呢，好像民进党改了，回头是岸了，没有这个东西了，事实上是还在的啊。我这个案子啊，第二条其实就是为了落实已经通过的公投第十二案所揭示的，以婚姻以外的其他形式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关系的立法原则，而且避免抵触已经通过公投第十案有关于婚姻规定限制在一男一女的立法原则，所以才创设了一个非婚姻之同性伴侣家属的制度。我原来的提案是谈到同性家属，后来国民党团改成这个叫共同两个同性的共同生活伴侣者，所以他的就是说，现在的党团的案子啊，是强调的是一个同性伴侣的概念啊。我这个案子呢，是强调的是一个同性家属啊，准用民法1123条。其实我的案子里面很少准用的，就这条准用啊。准用这个的话，就是准用在他相关于有关于家属的规定。家属的定义、家属的处理啊，那所以创设非婚姻的同性伴侣家事制度啊，来保障同性二人之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并因家属的法律地位，一方面不会与另外一方面的血亲发生姻亲的关系。其实各位，你们今天接着通过，这以后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同性之间，他们好就按照今天的就结婚了，就有很多的所谓的姻亲关系都跑出来。这个，请各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里面怎么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看到这个案子有太多的处理。谢谢。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游委员美女。主席，还有所有各位同仁，以及所有媒体朋友，以及在我们的立法院外面的所有的支持同婚的朋友们，这第二条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个本法呢，最主要的就是要落实大法官会议748号的解释，以及呢公投第十案、第十二案，来保障同志的相同性别两个人的他们的婚姻的自由平等。所以呢，刚刚有人说为什么不要用同性婚姻法，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但是为了缓冲社会的冲突，所以呢，同志团体以及我们民进党宁愿呢让步，让他用所谓的司法院释字748号的解释施行法。那根据748号解释施行法里面在所提的，就是结婚的自由，你要不要结婚，你想跟谁结婚，那是每一个人宪法上22条所保障的结婚的自由。因此78号的施行法里面的第二条在讲的就是，那你可以结婚的自由，你要缔结，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能够缔结的一个就是结婚的关系，一个婚姻关系。所以原来行政院的版本称，同性婚姻关系者为相同性别两个人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而成立的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
何关系。那赖世葆委员所提到的他所谓的永久共同生活的权，永久共同生活的这个关系呢，事实上呢，永久结合关系它里面把所谓的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拿掉。什么叫做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就是婚姻。但是呢，我们看到赖世葆的委员或是国民党的在修正的版本，都是把这句话最重要的结婚的这个亲密性及排他性的结合关系，永久结合关系呢，把它拿掉了，而形成是一种无性的同志的这个共同的一个生活，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权利。那所以呢，这个虽然说为了化解社会的冲突，所以呢，行政院这个民进党呢在提了修正的动议，把这个同性婚姻关系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拿掉了，那就直接用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所谓的相同性别的两个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的目的成立永久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的永久结合关系，也就是婚姻关系。所以呢，待会儿呢，在第四条的时候，他们去做登记呢，也就是做结婚的登记。所以呢，文字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大法官会议748号解释对于同性的这个相同二人的这个他们的结婚的自由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里呢，本席呢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党团的朋友以及所有跨党派的大家能够共同来支持民进党今天所提的这样的一个修正动议，一方面呢也让社会的冲突呢能够减少，一方面符合大法官会议的解释。谢谢。谢谢余委员。下一位请林蒲花园。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学胜。主席，本会同仁大家好，今天是我从政以来最煎熬的一天，我相信跟我有同样煎熬的人非常多。如果今天民进党没有祭出党纪，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会有林黛化的版本，为什么今天杨耀黄国书缺席，为什么许志杰赵天麟要有挣扎。各位，这个事情跟党派无关，跟你对这个社会现阶段你可以接受的太阳我们准备好没有。大家谈到的同志最早的先行者齐家威是我建中的同学，我很早就关心同志团体，也协助过同志团体，但是今天在这地方的发言让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些取舍。如果在2年前大法官释宪会议出来之后，行政院真的很积极的来沟通、来协调、来化解彼此间的歧见，也许今天我们在立法院内部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挣扎，也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但是我们错失了第一个时间之后，行政院推出了版本，接下来我们的院长苏院长，您非常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当行政院版本出来，有不同的委员版本出来，你都让他进复二读之后，你应该赶快召开协商。你竟然让所有的委员在这边火车对撞，我需要这样的院长干嘛？我一个 AI 摆在这里就好了。你怎么可以让我们的同仁今天在这边心里面临到如此的痛苦？我坦白讲，行政院修正版的第二条我可以接受，这是我认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最大的公约数。但第四条，抱歉，我不能够投赞成票，因为我觉得不能让长久以来几千年来他所信仰的婚姻价值的人瞬间他认为这个社会他变成了一个受害者，这个社会这个政府是个迫害者。不可以一气之间为了抢所谓的第一，我们让整个社会价值颠倒、对立、矛盾。所以我在这边
再次恳请大家仔细思维，如果今天行政正义民进党政府你可以担起责任，不要让这个社会还没准备好就走向断崖，这对这个社会是一个永久的伤害，这是我今天我相信跟很多同仁内心的感觉。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啊，以后要讲苏院长，要讲行政院的苏院长，还是立法院的苏院长，我现在都搞混掉了啊。好，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第二条的处理。发言会，我们现在依在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议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7人，赞成75人，反对2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二条照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委员赖世葆等提案第三条，请宣读条文。委员赖世葆等提案第三条，依本法成立之同性家属准用民法第1123条之规定，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三条不予通过。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三条不予增订，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三条不予采纳，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三条不予采纳。宣读完毕。现在依登记顺序，我们来发言。首先，我们请吴委员致阳啊，不发言。再来，我们请沈委员致会。现在截止登记。这条的争议性应该不太高，因为是在于年龄的限制。虽然有人说20，有人说18，但是我们知道，在台湾18岁的人就可以有结婚的自由。虽然在同志婚姻里面，我们希望是两人的结合，而不是结婚的关系，但是年龄我还是赞成18岁，因为18岁他算是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年龄上，我赞成18岁。谢谢。好，谢谢沈委员。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依在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发言会，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手提在修正动议相同，所以一并处理。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4人，赞成66人，反对27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委员赖世葆等提案第三条，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不予采纳。现在进行第三条，请宣读条文。行政院提案第三条，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前条关系，未成年人成立前条关系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委员赖世葆等提案第四条，相同性别满20岁且未受监护宣告之2人，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之目的，得成立同性家属关系。委员林泰化等提案第三条，未满20岁者不得成立前条关系。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三条，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第二条关系。未成年人成立第二条关系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三条，未满20岁者不得成立前条关系。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三条，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前条关系。未成年人成立前条关系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三条，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前条之关系。未成年人成立前条之关系应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宣读完毕。书委员正清声明，对刚才第三条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现在依登记顺序发言，我们截止登记。首先，我们请孔委员文吉不发言，再来我们请廖委员国栋，好不发言，再来我们请沈委员智慧，好不发言。再来，我们请林委员静怡。谢谢院长，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委员同事。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在今天这个时候，我很荣幸跟我的民进党的各位前辈，还有其他的立法院的其他同事，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我们来审这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国际不再恐同日30年前，这个国际的精神科宣布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疾病，所以请大家再一次，30年都过去了。我们再一次要强调，同性恋是性倾向，是自然的，它不是一种疾病。这30年来，没有人，我们都已经公认它不是一种疾病。我们今天在审的这个第三条，民进党的再修正动议，提到的是，我们是说未满18岁者不得成立前条之关系，也就是说，简单来讲，18岁之后，他们可以在自由的意愿之下成立永久结合，并且具有亲密性、排他性的关系。那有一些其他的提案认为说，必须要放在20岁。我这边要把几个这一个在民法里面的相对的条文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在民法的第973条规定的是，男未满17岁，女未满16岁，不得。
女未满十五岁不得订婚约，也就是在民法的973条，认为男孩子17岁、女孩子15岁就可以订婚；在民法的980条，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16岁不得结婚，也就是在民法的规定，异性恋之间，男性跟女性，男性18岁、女性16岁就可以结婚。那如果依照我们其他的版本的委员提案是20岁同志才可以结婚，我觉得这里面第一件事情，他还是违反了大法官的这个解释，必须要让同性之间的伴侣、同性之间的这个他能够享有跟异性结合一样的权利。这个部分可能如果用20岁，可能还是会牵涉到之后还是会有修宪，还是会有这个释宪的问题。第二个事情，如果我们认为异性恋在男性18、女性16，他就可以去结婚，为什么同性必须20？大家想想看，在现在的氛围、现在的社会氛围，甚至未来10年的社会氛围，同志之间他满了18岁要去结婚比较容易，还是满18岁的异性之间要结婚会比较容易？这个二十岁的这个想法，其实是假设同志他必须要再想一下。事实上，如果他们在18岁就已经有这样的认定，事实上，他并没有想得不清楚，他想得比谁都清楚。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在上一届的委员，我们都公认，我们必须要给这个年轻人18岁公民权，也就是我们认为18岁以后，你就具有这个独立，能够行使权利的这个能力。那么，我们其实在民法第12条，满20岁未成年，他是在定我们这边提到的18岁可以结婚，那么但是他未满20岁的话，必须要家人同意，这个部分是这个补充。好，谢谢林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长左，好，蒲发言。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发言会现在依再修正动议、修正动议提案条文之提出先后顺序，依序进行表决。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即不再处理其他案。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8人，赞成71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三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4条。请宣读条文。行政院提案第4条，成立第2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由2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登记。委员赖社保等提案第5条，成立同性家属关系应以书面为之，由2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同性家属之登记。委员林代化等提案第4条，成立第2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由2人以上证人之签名，
并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同性结合登记。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四条，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且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登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四条，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同性伴侣家属之登记。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四条，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依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之意旨及本法向户政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四条，成立第二条关系应以书面为之，有二人以上证人之签名，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结婚登记。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依登记顺序发言，并截止登记。那我们在这里请议事人员互相要做人力的调整啊，你们啊该用中餐的时候就赶快做一些轮流啊。我们首先请周委员春米。院长，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讨论行政院提出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外面也聚集了很多关注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在我们议决这个法案的时候，我想有两个重要的法治基础。第一，就是两年前相当于宪法位阶的大法官会议第748号做出了解释，相同性别二人也应该平等享有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至于何种形式属立法形成的范围。第二个重要的法治基础，就是在去年的11月24号，台湾人民用公投决定了这样的立法形式，也就是要用专法来保障同性别二人建立的婚姻关系。也就是有了这两项的法治基础，所以行政院遵循相关的规定，向我们立法院提出了这个748号解释施行法这个法案，我们立法院责无旁贷。在我们立法院担负这个立法责任的同时，我们也兼具了两个任务。第一个，我们要去订定出行政机关可以合法执行的一个法案；第二个，我们要去订定一个符合宪法规范、将来经得起违宪审查的一个标准。行政院提出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748号施行法，就是符合以上的两个标准。在我们的户籍法第四条规定，第一项的身份登记、结婚登记、离婚登记，这都要正面的表列。在大法官会议释字748号解释文的末段也写到了，逾期未完成相关法律的修正或制定，相同性别两人可以向户政机关来做结婚的登记。民进党基于以上的规定，基于以上的解释文，我们就第四条提出合宪合法的修正建议。我们有责任要去保障所有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多么希望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面能够得到不支持朋友的理解，也希望在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得到你们的祝福。这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这是一个包容的过程。台湾这块土地值得我们大家做这样的努力，恳请大家支持行政院提出来的司法院释字第748号施行法。另外就是还有民进党的再修正动议，谢谢大家。谢谢周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沈委员致会。这个第四条一直是
这个反同以及挺同的非常关键的一条条文。而在这里我们也知道风雨中在外面这些挺同跟反同的朋友们，大家真的很辛苦。而第四条在关键之中，我还是支持同性相同性别之两人得为经营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亲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结合关系，而在户政机关的登记上，我是主张同性永久结合关系，也就是为并应由双方当事人向户政机关为同性伴侣之登记。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及主张，但是也因为在政党在表决当中，这个各有各的立场，而也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讨论，所以无法形成我们既尊重公投的内容，又能够形成国内大多数人的共同的看法，所以这个条文造成这样子残缺不全，以及无法面面俱到每个面向，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所以在这个条文里面，我还是表达我个人立场，是支持，但是不支持现在民进党这个版本。谢谢。谢谢沈委员。下一位，请赖委员示报。谢谢院长。那么院长各位新进，我这个提案呢、第四条的提案这个修正呢、因为目前同性伴侣家属啊，在户政的实务上没有办法登记为家属，只能够登记为寄居，所以呢，我们特别立本法来保障相同性别的二人，那么在户政机关可以登记互为同性伴侣家属，也就是国民党团的一个修正案了。那我再次的回到这一次的一个所谓的公投啊，其实他要强调就是我们要保障同性的二人用民法婚姻以外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经营他们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希望能够也各位把这个放在这里面。所以另外一部分呢、参酌民法第982条的规定，明定成立同性伴侣家属关系的形成要件，应该满足书面两位以上的证人签名以及向户政机关为同性伴侣家属登记之要求。其实我这个案子跟现在这个民进党团所提出的再修正案子、最大区别就是民进党团他第二条把同性婚姻拿掉了，第四条把它放上去了，放上去就可以做结婚的登记啊。我想这是一个让大家都要都看得很清楚。其实民进党自己也在挣扎了，所以他这里面字眼里面瞧到老半天，以为这样子可以糊弄社会，以为这样可以糊弄另外一群人。事实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结果是事与愿违了啊，事与愿违，没办法来达到了。所以我再次强调的。这个案子其实可以寻求更多的对话以及更多的一个协商，让这个社会更圆满。谢谢。谢谢赖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长酌。各位立法院的同事大家好。我想关于这一条，如果不是投下这个结婚登记而去投其他的话，会造成的各种问题，从县政乃至于到第一线户政机关发生的各种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就不在这边再赘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回来就婚姻论婚姻。那在这边其实我是希望所有国民党的委员再次思考啦，因为这个是重中之重，也是展现台湾在一些进步的价值上面有机会是跨党派可以有共识的可能性。而我觉得齁，我知道赖委员自己的版本应该也不是你办公室写的，有特定的团体，我感觉你说干嘛艰苦坐寡，大条都爱替他们背书，大条都爱替他们说。我认为我知道这些事情
有很多外面的游说团体到处去找，没有人愿意帮他提，最后扛下来提的。当然了，我只是希望每一个国民党的委员，乃至于现在民进党的委员投不下去的，大家再重新思考。每一个人上来念的这个发言稿，其实你的助理到底支持什么？他可能被迫一定得写点东西给你念。可是大家在立法院很清楚，支持婚姻平权几乎是跨党派的助理都支持。几乎是，你可以好好的，你现在把你的稿子放旁边，别人给你的案子也放旁边，然后平心静气想一下，那个传个讯息给自己的助理群组们，尤其是少年啊，就像刚刚许玉仁委员说的，这是一个世代上面对于台湾美好未来的想象。你问问你年轻的助理，他期待怎么样的台湾？是他被迫只能写的稿子上面的那一种台湾，还是说可以自由自在跟爱的人结婚的台湾？你问他说，你要我继续念你给我的稿子，还是你要告诉我在第四条要不要支持让相爱的人就可以结婚？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很清楚，所以我要再一次呼吁所有跨党派的委员们，我再一次说，你把人家交给你的法案放旁边，把有人不得不写的发言稿也放旁边，好好的想一下可以投下怎么样的票，我相信会有很多温暖围绕着你们。而我相信最后赖委员，你那位三等亲的同性伴侣登记结婚之后的这个婚宴啊，那所有的同事都会去给你祝福啊，所有的同事都会去给他们祝福，一定幸福。我相信他在大家的祝福之下一定会非常幸福。谢谢。谢谢林委员。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66人，反对27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四条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发言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